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5月19号、下午。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英国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创办的书店，就是罗基尼亚跟这个 Leonard Woolf 创办的这个 The Forgot Place 店脑。这很特别啊，就是文人可以创造出一个现在还有的一个书店啊。那个 Hogarth 是一个 Virginia Woolf 跟或者 Leonard Woolf 那个夫妇啊，他们住的一个地方叫做 Hogarth。那他们的书啊，从1917年开始买了一台自己的印刷机啊，自己就排东西，然后就印了。可以看看这张图里面，右边的左边图里面那个有一个是他们的作者群，那有六本是他们的封面设计，封面设计这是左面的这个就是作者群啊，大概在这个地方。那我从台湾大学图书馆借出几本仅存的啊，这本是Virginia Woolf 的这个杰作，就是 The Wave 啊，这个海浪啊，各位看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图片啊。好，右边的左上方就是他们的 logo 啊，这只狗啊，也许是家里的狗。这个里面没有看出来的说，封面设计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由 Virginia Woolf 的这个的姐姐，叫做 Vanessa Woolf。那今年在伦敦的一个画廊，也在举办 Vanessa 的这个的画作的展览啊。那他们的关于他们的姐妹啊。最近十年啊，可能有将近最少五六本书，就要写他们姐妹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相当的特殊。那起码那个，中国起码有翻译一本叫《文尼莎与弗吉尼亚》啊，曼尼莎跟这个弗吉尼亚啊，这个就是把它，这个是专家研究弗吉尼亚沃的专家写的这个小说，就是把他们的关系啊变成小说体的东西。其实每一段几乎都有根据，对他这个出版社非常有兴趣的。因为我以前在翻译 Herb Simon 的那个 Herb Simon 是管理学家，或者20世纪最大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跟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 pioneer 啊。那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就是《管理行为》第20页啊。我看的东西就是说 Herb Simon 里面啊，有注解里面有讲说无艺术这本书的话是出自这个弗洛伊德文集里面的 Collective Papers 1925年由 et al 就是 Leonard and V. Woolf 出版社，你看伦敦的 et al Woolf 出版社，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哇，这个你看这个博士论文都还要引用弗洛伊德，英文的引用弗洛伊德都要引用这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弗洛伊德啊，相当特别啊。那你看这个是21页里面，这个也是那个弗洛伊德在1899年，或者他把它称成1900年出版的这个《试梦》啊，《On Dreams》。那这个是简易本，可是翻译也是由他们翻译出来，这真的是很特别。他父亲是一个这个英国很有名的编那个国家传记词典词书的这个东西，很有名的这个散文家啊。那他家也是算作是相当很不错。那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去上过学校，那父亲呢就把那个图书馆的管理的工作交给我记得我啊。那我记得我这个。那他父亲跟他讨论书本里面在谈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完全自学的啊，完全这个自己自修有成的啊，这是一个。那后来他们成年的时候啊，就在家里面啊，在英国里面，这个叫做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啊 ，Bloomsbury 啊，这个就是在伦敦那个区里面很多这个哲学家，这个摩根啊，写那个《伦理学原理》啊，那是他们认为最聪明的一个。那当然，这个经济学家凯恩斯
啊，那这个 E.M. 那个小说家 E.M. Foster， 这些二十世纪里面上半列里面最有名的一些的人啊，就是在他们的所谓文化圈里面，他每个礼拜聚会一次啊，高谈阔论啊，而且他们开始的时候要花式啊，然后要遵守一些原则，然后大家在那边谈啊。接下来的这一张图啊，那当然他先跟他先生1912年结婚啊。那我非常佩服的列奥纳德·辛德尼·沃夫，就是他先生，1800年到1969年才过世，他比我今年沃夫还多活了28年啊。那当然他这个帮助很大，我今年沃夫1941年过世的时候，他不断的出版他的这个未刊稿，啊，甚至日记啊什么东西，那几乎他一看一知道就是说，我今天沃夫是天才，所以他就是非常呵护着，让他的精神生活环境都非常的平稳，不会激起他的那个精神病复发的这个哈，精神衰弱症的这个复发的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是他很大的功劳，就是说，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论家、评论家，是一个行政人员，啊，那这个这里面有一篇呢，啊，就在写他晚辈在写这个 Leonard Wolf 啊，他一丝不苟，啊，他都做了为那个工党做的顾问，做了很多的这个是党政党的这个付出了啊。Leonard 因为他有在斯里兰卡，婚前有在斯里兰卡做这个文官呐，啊，这个行政官呐，啊，风评非常好，啊，他有行政的大才，所以他对东方也有一点知识，他写的这些东方的故事啊，啊，这个是Leonard的这个啊，这个在他们的出版社出版的，除了政论以外也写的这个东西啊。我今年沃夫他是1882年到1941年啊，41年的时候就自杀啊。那这张图里面有。这张第二页里面有一张他跟他先生啊的合照，啊，然后这里面有英文里面讲说啊，印刷跟生产的完全的过程啊，他们都一手承包啊。中国大陆有出版一本这个我今年沃夫的传记，那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想不懂啊。这个传记里面啊，完全把这个是1970年、1980年的时候出版的 ，Hogarth 出版自己出版的。这个我今年沃夫的传记，这里面其实是两本书啊，合订本，就是说写我今年沃夫第一部的时候是写我今年沃夫结婚之前，啊，也许将近30岁之前啊，29岁之前，那结婚之后两本，这是由他的侄儿写的，很有名。那这里面呢，啊，有将近起码有60-70幅的照片，中文本都把它删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而且这种书本里面也没有所谓，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你看这个人家这个传记里面啊，后面都有很详细的所以，又有很多的这个相片啊，所以这个出版是良心事业啊。因为我今天沃夫精神有时候会很不好，啊，有精神病倾向，不是那个崩溃倾向，所以说这个。家里面的印刷机啊，是或者说印刷座位啊，很多的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写而已啊，他是那他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啊，那平衡一下这个心情跟体力，这对他的婚后有20年啊，这个没有花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注意。啊，这是两个人叫 Two Stories， 啊 ，by Leonard and Virginia， 这是他们很早期出的一本书，就是两篇故事，一个人夫妇各写一篇，一出来就是有一本人写巴黎，1919年也在写巴黎啊，那这是诗歌集，啊，是这个 Hope Minaris 的这个诗歌集，啊，所以各位看看这个是，那这个左边的这个都是原来的后面。
这个 Paris 诗集里面的这封面啊。那这个都是这个是 Virginia Woolf 自己的书，这他的姐姐帮他设计的封面，大概就是这样子。Jacob Lund 的话 ，Jacob Lund 我有哈，在另外一个地方哦，这个你会看的，好像也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在探讨这个英国的教育还有广泛的教育问题，有一点复杂哈。诗人啊，那个艾略特啊，1923年出版的这个《荒原》的《Waste Land》，那个原来的版本啊，就是这个《The Hogarth》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艾特后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艾特，那这个是二十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了哈。各位看，这是我现在我自己写的书的一句话，他说：“我不喜欢人类的本性啊，除非他们有用艺术来这个调节啊。”艺术来调节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是大概是哈，这个是这本书两岸都有翻译哈，叫做《普通读者》，这是散文集、文学评论啊。这个是到灯塔去，那个美丽莎帮他设计的这个图的封面啊，到灯塔去。我今天我写的这个《汉岛》啊，这个《历险记》啊，好几部，那最后变性。在伊斯坦堡啊，在金斯坦丁堡的时候，啊，变心。那他先生列奥纳多说：“我今天写这本《瓦兰多》是有点这个哈、啊，这个是比较随意的，比较没有那么……他有些小说啊，都改了五六次以上，重新改写，都每写个完一篇长篇小说啊，大概就是濒临精神衰弱症的这个爆发的 years 啊，这个也是我记得我的一本书啊的书啊，就是说 a boy at the Hogarth place 啊，这个小弟啊 Hogarth place 的小弟啊，那这本里面呢、啊、有在谈说这个他们这个书店啊请的人来帮忙啊。这个列奥纳德一板一眼的很难相处，啊，这个在他底下做事有点困难。那我们这个作者啊，忍了很多年了、啊，写了一本书，其实因为那时候蛮畅销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冒出了一个这个出版社哈、啊，个人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啊。1921年呢、啊，我今天沃夫也要写一本这个哈、啊、Monday or Tuesday， 跟那个他。姐姐帮他设计的封面，我就是这样简单的介绍一下了啊。大概就是这个 The Hogarth Place 啦，就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出来，就是说这个前1917年到1941年是由他们夫妻两个人经营出来，那到30年代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畅销了，所以几乎所有东西啊，像我们的台湾大学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委外经营，所以30年代的书啊到现在还可以的，还真的是，都还不错啊。那这是一个，我是觉得出版业的美谈啊，跟这个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奇迹啦。就是说夫妻档，然后创作啊，然后他们也有那，尤其是列奥纳德·沃夫到1969年过世之前的话，都还很用心的在经营这家出版社啊。那现在还有，所以说这个是这是一个小而美的一家出版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啊，谢谢各位。